大家好，我们是彼岸音乐社。期待吧，应该是，比较期待。对，舞蹈改了，对，然后训练量加大了，然后还有也容易经常犯困。对，每天就是我把灯关掉，然后两个躺在床上看 Kindle， 看着听到一边。哦，最开始是他开始说梦话，他也开始说梦话了，他们两个像在交流，还像在吵架一样。其实我有个大胆的尝试，就是买六个睡袋，然后吊在这里，就录一个头。解压，大家一起玩那个什么捉迷藏啊。因为没有手机了，我们的。对，但是我们还有 Kindle， 我们可以看一下书。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，手机感觉没有什么。你们知道手机什么东西吗？手机密码还记得吗？手机好像是个会发光的东西。对啊，是个砖头。而且还是个反射的。对啊，从未拥有过。我想找到183到185之间吧，反正185就是最高了，感觉。那我就比185高一点，进步是吗？那我目前的话，我就不想找，毕竟还要等一下他们家里。你要把腿砍掉一截。我已经找到1.8米了，所以我不想再找。哦，是吗？我选择家里面寄零食最多的那一个。这家会零食也是最多的，这家零食也多。但这家伙呢，守口如瓶。对，不是我。你知道他把零食放在哪？他的那个床，那个床底板把那个垫子搬走，一直掀开，一直放进去。好啊，我在你旁边睡了那么久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忘了告诉你，他的零食就是藏在你的床底下。榜样，传递正能量，传递给大家，树立一个榜样，让大家向你看齐，向你学习。对啊。就我喜欢我偶像五月天的那首《倔强》，就我最喜欢那个几句歌词，就是我不怕鲜花人阻挡，只怕自己独享。非常棒。林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